到于正，很多网友应该都是比较熟悉。最近几年，许多火爆的电视剧出自于妈之手。作为国内顶尖的制作人，人红是非多，各种争议也是不可避免的，经常被曝存在抄袭之嫌，甚至演变成因侵权被告上法庭。但从现在于妈仍活跃在影视圈，可见其实力之雄厚。说到于正的情感状况，1978年出生的他目前依旧是未婚，不得不说妥妥的大龄剩男。针对这个事情，于正甚至一度被媒体曝光性取向不正常。每次说到这个事情，于正都会说不是不想结婚，只是自己还没有遇到那个他。最近有消息称于正已经前往美国准备代孕生子。对于这个消息，目前于正已经承认这一事实，并且用这一世的荣辱终将要人继承做了总结。对于这个事情你怎么看？留下你的独特想法吧。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陈老师。图片来源于网络，侵权请联系删除。